以后我想买票啊，没去过，以后都不用去了，我做给你喝。哇，你又懵了，做个做全套奶茶咖啡必备小工具已备齐，第一款燕麦拿铁材料已备齐了，那些个东西，女生的仪式感做就要做全套，很棒。这是店里同款咖啡拉式的燕麦奶，同款的咖啡胶囊，自己买也就不到3块钱，可以选择有糖和无糖。300克燕麦奶倒一个咖啡，下面一步就显得很专业了。这怎么喝不上呢？咱俩也喝上下午茶了。一模一样，2杯假一块成本都不到6块钱，但是在那儿一杯就要卖30块钱，血赚。第二款桃桃乌龙，女孩子都巨喜欢喝。这个桃汁也是那个牛人看到的同款，乌龙茶就可以用任何一款。乌龙茶和桃汁的比例是2:1，再加点冰，这就是冰摇桃桃乌龙。浅尝一口。哇，好喝，真好喝，这更省事儿。乌龙茶都是在家里沏的，成本连3块钱都没有，就这一大罐子够让您喝到天荒地老。乌龙茶1分钱，给你送，这个也是给你送，给你送。下一款红茶拿铁，这个是摩马克同款的牛奶。哎，我明明买的红茶，反过来的是抹茶呀。那咱做抹茶拿铁，五百克牛奶，2勺抹茶粉，抹茶拿铁就要诞生了。哇。好好喝，这个成本也不到3块钱，再也不用出去买咖啡了。但是为什么抹茶拿铁里没有拿铁呢？拿破冰里面拿破，啊，心里没用力。查了一下，加咖啡的叫抹茶月亮拿铁，所以直接怼一点进去。我尝一口，就是这个味道，一模一样。用它的原材料做出来的东西，那能不一样吗？在此致谢，发现这个秘方的人。